点了诗林嫩歌甜甜，晚安。今天由后学导读，恭送伦理八义第三。孔子谓季氏，八义五余庭，是可人也，孰不可人也？三家者，以雍彻。子曰：相为季公。天子穆穆，奚起于三家之堂？子曰：人而不仁，如礼何？人而不仁，如乐何？临放问礼之本。子曰：大哉问礼，以其奢也；廉洁商，以其义也；廉轻。子曰：以礼之有君，不如之。下之王也。季氏礼于泰山。子谓冉有曰：鲁弗能就于？对曰：不能。子曰：呜呼！曾谓泰山不如林放夫。子曰：君子无所争，必也射乎？依浪而生，下而应，其争也君子。子夏问曰：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，数以为炫兮，何谓也？子曰：会数，后数。曰：礼后乎？子曰：礼于者商也，耻可与言师已矣。子曰：下礼，吾能言之，岂不足争也？因礼，吾能言之，讼不足争也。文献不足故也。足，则吾能争之矣。子曰：帝制既冠而亡者，吾不欲观之矣。或问帝之说，子曰：不知也。知其说者之于天下也。其如是诸师夫，子其长，季如战，季神如神战。子曰：吾不欲季。如不季，王孙贾问曰：与其媚于傲，灵媚于障，何谓也？子曰：不然，过罪于天，无所导也。子曰：周见于二代，郁郁乎文哉，无从周。子路太庙，每事问，或曰：孰谓周人之子？知礼乎？路太庙，每事问。子闻之曰：是礼也。子曰：射不主皮，为利不同科，古之道也。子奉玉器告朔之夕阳。勿朔。子曰：是也。尔爱其阳，我爱其礼。子曰：是君敬礼，人以为谄也。令公问君使臣，臣是君，如之何？孔子对曰：君使臣以礼，臣是君礼中。子曰：关雎乐而不淫，哀而不伤。哀公问射与宰我，宰我对曰：夏后氏以松，殷人以薄，周人以利。曰：使民战栗。子闻之曰：成事不说，罪事不见，既往不咎。子曰：管仲之器小哉。或曰：管仲俭乎？曰：管氏有三规，观事不慎，
焉得解？然则管仲之礼乎？曰：邦居宿舍门，管事亦宿舍门。邦君为两君之号，有反殿；管事亦有反殿。管事而知礼，实不知礼。子欲辱太师曰：太师曰，曰曰，其可知也？始作戏如也，众之豚如也，角如也，翼如也，以成。宜封人请谢曰：君子之志于师也，无未尝不得见也。众者献之。出曰：二三子，何患于上乎？天下之无道，也久矣。天将以夫子为木铎，子为勺，进美矣，又进善也；为吾，进美矣，未尽善也。子曰：居上不宽，为礼不敬，邻伤不哀，吾何以观之哉？恭送伦理八义第三第二遍。孔子谓季氏：八义五于庭，是可忍也，孰不可忍也？三家者，以雍彻。子曰：相为毕恭，天子穆穆，奚取于三家之堂？子曰：仁而不仁，如礼何？仁而不仁，如乐何？临犯问礼之本。子曰：大哉问礼，与其奢也；宁节商，与其义也。宁戚，子曰：以礼之有君，不如之下之王无也。季氏履于泰山，子谓冉有曰：鲁佛无能。能救于？对曰：不能。子曰：呜呼！曾为泰山不辱林放乎？子曰：君子无所争，必也射乎？揖让而生，下而应，其争也君子。子夏问曰：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，素以为训兮，现何谓也？子曰：会事后素。曰：礼后乎？子曰：起矣者商也，始可与言师已矣。子曰：下礼，吾能言之，岂不足争也？因礼，吾能言之，讼不足争也。文献不足，故也。足，则吾能争之矣。子曰：帝制既冠而亡者，吾不欲观之矣。或问帝之说，子曰：不知也。知其说者之与天下也，其如是。诸师乎？子其长，季如战，季审如神战。子曰：吾不欲季，如不季。王孙贾问曰：与其昧于傲，宁昧于赵，何谓也？子曰：不然，莫罪于天，吾所导也。子曰：周见于二代，郁郁乎文哉？吾从周。子路太庙，每事问。或曰：孰谓周人之子？知礼乎？路太庙，每事问。子闻之曰：是礼也。子曰：射不主题，未立不同科，吾之道也。
共浴器告故朔，朔之夕阳。子曰：“是也，尔爱其阳，我爱其理。”子曰：“是君敬礼，能礼为常也。”定公问君使臣，臣是君，独之何？孔子对曰：“君使臣以礼，臣是君礼中。”子曰：“关雎乐而不淫，哀而不伤。”哀公问射与宰我，宰我对曰：“夏后氏以周，殷人以国，周人以利，曰：使民战栗。”子闻之曰：“成事不说，遂事不见，既往不咎。”子曰：“管仲之气小哉？”或曰：“管仲简乎？”曰：“管氏有三规，官氏不赦，焉得简？然则管仲之礼乎？”曰：“邦君数射门，管氏亦数射门。邦君为两军之号，有反殿，管氏亦有反殿。管氏而知礼，孰不知礼？”子欲汝太师乐，曰：“乐其可知也，始作戏如也，动之存如也，表如也，意如也，以成移风人请献。”曰：“君子之志于师也，吾未尝不得见也。”众者献之。出曰：“二三子，何患于上夫？天下之无道也久矣，天将以夫子为木铎，子未少，敬美矣，又敬善也。未无，敬美矣，未敬善也。”子曰：“居上不宽，为礼不敬，临伤不哀，吾何以观之哉？”恭送伦理，恭送弥勒救苦真经。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士不非亲，莲宝齐鲁灵山地，莲花映正好山胜，落在中原山心地，大正四川王桃心，天真收言挂圣号，等待时至点神兵，云雷震开雾极土，天下神鬼不安宁，亲在人天中华母，有连圣教归上圣，天花老母垂玉线，周远显化在古东，南北两极连中去，滚圆古彻在中央，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浮影山前对河童，婴儿要想归家去，持念当来弥勒经，用心持念佛来救，佛躲金莲去超生，是得西来白娘子，将儿莲给化成金，每日至心常持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，要想成佛勤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，就听邪人胡说话，劳衰一马练无声，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，满天星斗都下世，五方列仙下天宫，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是灵童查得清，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朝救众生，救苦天尊来救世，经典文部接地神，八大金刚来护法，
智慧菩萨救众生，顶礼三十六圆驾，五百灵官紧随跟，不住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如为将帅，冰脸红花醒神通，得起造旗遮日月，头顶身罗七宝星，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清诸恶挂甲兵，搭救猿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，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系腾空，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，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山梁弥勒尊，吾皇敕令系下生，周虎蓝颜归正中，来往照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，婴儿刹女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，持念一遍神通干，持念两遍得超生，持念三遍神鬼怕，黄两邪魔化为尘，究此劫内寻路径，念真言归佛令，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，十叩首，一叩再叩三叩四叩五叩六叩七叩八叩九叩十叩首。爱享祈福诵经回向文。弟子姓氏姓李，请各报自己的姓名。弟子赵长云。姓女洪思婷。愿将以上诵经功德。愿将以上诵经功德。功转成。功转成。功转成。回向于天地。回向于天地。回向于祖先。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父母，姑妈姑丈，回向于子女，回向于子女，恳叩请辞，恳叩请辞，弥勒祖师，弥勒祖师，弥勒祖师，南海普佛，南海普佛，济公活佛，济公活佛。月会菩萨，月会菩萨，慈悲做主，慈悲做主，祈求战争止息，祈求战争止息，世界和平，世界和平，祈求风调雨顺，祈求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国泰民安。自守自保，自守自保，圣旨昭格采纳，圣旨昭格采纳，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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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。感谢各位点师、各位灵内、各位前贤，晚安。谢谢立香组长为我们导读，也谢谢各位点传师、各位灵内、各位前贤大德们一起诵经回向，晚安。晚安，明天见。晚安，晚安，明天见。组长晚安，感恩哦。感恩前贤慈悲，感恩组长慈悲哦，感恩啊，父亲的慈悲啊，感恩点传师，各位点传师，各位领证，各位副领证，各位组长，各位坛主，各位讲师，各位前贤们，大家晚安，大家晚安，
红尘主晚安，明天见，前先晚安，黄泉先晚安，晚安了，晚安了。